喂，老马在吗？有事快说，我很忙。想让你安排吃把鸡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想吃鸡，我来看看你的装备先。还看什么装备？你没看见那是辣条哥吗？对不起，最近有点眼瞎，没看清是辣条哥。我尊贵的星月三至尊用户，马上给您安排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快给辣条哥安排我们最新的吃鸡套餐。Later.